同学们好，我们今天呢来画石头。这些石头呢是，放在那个庵头上清供用的石头，也叫供石。啊，那么我们在画布上呢，这一幅呢是乔欣画的，它是借自于那个画布上，原来的就是光绪年间他的临奔，就是他的住宅啊。他呢画石头呢画得非常好，后面呢画了将近15回石头，我们一一呢把它临摹起来啊。好，我们呢先呢，你看他呢他的轮廓，你看有顿挫，挑剔顿挫，那么他的莺哀鸣啊都是大刀阔斧的，不是扭扭捏捏的，所以呢他很大气啊。那么我们来临摹一下啊，我们也是用这只长锋的羊毫啊。我们呢可以从这个上面画起啊，这样。这样，这样画过去。水少了，你，可以慢一点，画的时候呢，中锋跟侧锋呢并用，那这里有侧锋了，这里是中锋了，我们在它的阴暗这个地方用侧锋来插几下插的时候呢也不能浮要力图止壁好，这样呢，我们初步的衬插好了以后呢，那么用淡墨水淡墨水可以多一点，调一下那么在它的下部，红一下，红来一下这样呢，我们就完成了这个画法呢，一气呵成，是用一种的呢铺墨法，那个浓铺淡，淡铺浓，你看这里淡了，用浓的铺一下，刚才呢浓的地方用淡的铺一下，很有韵味，这样。这幅结束了。再画一幅现在呢，我们用一支狼毫笔比较锋比较短我们各种各样试一下画出来以后呢，味道就是不同，就是在画布上我们看一下
最后呢，它是用一种腐皮一样的成分，凝固很多，也挺有味道的啊。我们来画，我们可从中间画起。必须那个水分少的时候，你一定要慢，这里马上边吹风，这里吹风，你看这里我下去的是中锋，都是中锋蹬出的。这都是中锋。出风了，又出风，慢一点，就是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用出风，这里中锋，中锋，你用一下出风，别哭了，你慢一点，行不行？你看我这只壁上呢已经枯了，但是还有墨。那么你不能呢先在那个砚台上蘸墨，应该先在清水上。那么清水呢，在这个干壁上，你端下去呢，这个水往上泄的，所以呢，我这个壁线里面呢还是清水。那么这里呢，清水呢再蘸一点墨，这样呢，这个壁呢很清爽的。那么你用墨的浓淡呢，一直。埋掉湿泥，不慌不忙的。好，你看啊，我的，那个碟子里面呢，这个墨水用得干干净净，
好了，这副石头呢，我们就结束了。啊，再画一幅啊！好，同学们看啊，这一幅呢，又是另外一种风格，我们用寿丰的狼毫来画啊，它的结构比较细腻啊。我们先呢，从下面的一会画起。所以呢，你画什么东西呢？从哪里下笔，都不是一定的，都没有一种摆定的一种方式，都是灵活的。你看哪一部分比较好像是只要的，比较生动的，那么你从哪一部分下笔？你看，我有中锋，有侧锋，但是笔杆还是竖起来的。你养生这个习惯，竖起来以后呢，哪里慢，很累，一竖起来了，味道了，就马上出来了。侧锋，中锋、侧锋，马上出来。现在我这支笔是很尖的、很硬的，但是我呢，要画得很怒，水少一定要慢，好，大致的轮廓出来了啊，那么要抻插一下，抻插的时候呢，你用侧锋呢，你笔杆竖起，这个要领呢，你千万要记住。用大笔啊，用大笔暖一下。好，这块石头呢，基本上都软上，那么我们再用浓的墨铺一下，有的地方
苍韧，哎，现在很苍韧。又好了啊，再换一副。好，同学们，我们再用那只狼毫笔啊，这只狼毫笔呢比较大，大狼毫啊。那么我们要画这幅画布上的这一幅呢，是有一点大幅笔，哎，一种味道，哎，所以呢要用硬的笔来画啊。好，我们呢先从哎这个头上也开始画啊，再慢。所谓大幅笔呢，它的势呢很大，哎，起落很，哎，起落的幅度很比较大。它用笔呢比较哎深，嗯，辣。顿挫，哎，挑拨，哎，都很有劲。看来呢，他的造型呢，还有一点锋芒毕露的样子，哎，但是呢，我们等一会呢，用墨的时候呢，把它的虎气呢，慢慢的退掉，哎，使它看起来比较含蓄。好，我们呢，用浓一点墨啊，再这个欧金部分里，哎，把它披上几道。好，你开始水分，哎，要大块的水分，哎，淡墨水。这样大块的淡墨呢，哎，把它的虎气呢，哎，软化下去。再用胶墨啊，在主要的暗部呢，橙花一下，哎，点一下。好，这幅又好了啊，再换一幅。好，同学们，我们现在来画一幅呢，是竖的啊，竖的呢，它的里面的结构呢也是很结实的啊，那么上面大，下面小啊，这样呢看起来也比较稳啊。我们用这支狼毫笔来画啊，从上面下来好了，
中间呢，你可以用浓一点的墨，这里呢，中间比较突出的部分。它的筋脉，在中部比较突出，你可以浓的，哭了，你慢一点。你临摹的时候呢，你只要大致想就是了，不要回去好像一模一样，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把它的笔意画面的精神你把它临摹出来就是。特别是画那个石头，因为石的形态呢，没有一定的标准的，可以随意画，你只要画出它的势，所以画石的时候，你用笔可以枯一点，待会儿用墨，那么你再深一点。枯的时候，你尽量要慢，要力透纸笔。我一直强调，要这个技巧了，你最要紧的。如果你失去了这个技巧了，你这个形态画的再像也没有味道。掌握这个用笔的技巧，水温烧，你一定要慢，让它里头纸笔，用笔要竖起来，笔杆不要躺下去。竖起来了，那它这个力度了。强大的不得了，好，同学们，这一幅嘛，我们有好了啊，我们在这中间再扔一下，用清水。好，好，好，我们接下来呢，还是画石头啊，这一节呢，我们就结束了，同学们，再会。